这是玉体指挥士官集训，所有人都面临着高强度的训练和残酷的淘汰。在入队摸底考核表现不佳的情况下，三班的战士为了提高成绩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每名战士都要轮流当一次班长，在当四班班长的一周时间里，他又有什么样的表现？据实纪实本期播出，士官选拔集训队议事下集。我心目中的好班长就是有本事能服人。我心目中的好班长首先本事要过硬。我心目中的好班长就像生活中的老大哥一样。我心目中的好班长就是在我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的就是他。我心目中的好班长就是要生活和训练能够分得开。在训练前会给大家一个清晰而直观的印象，先由我做一遍连贯动作，请同志们仔细看。和其他战士一样，杨永明也是个两年兵，不过他现在的职责是当好班长。接波组行，你看你现在队列什么样子啊？走过来之后，人员没有标旗，你就开始讲，队列整齐哪去了？先整队，再进行训练。是，浑身都是问题，就这还当班长啊？怎么训练的你这？继续。是。一边带领其他战士训练，一边还有 IP， 这对杨永明来说压力并不小。原来这是旅里组织的玉体指挥士官集训，参加集训的都是各个连队推荐上来的两年兵。经过五个月教导队的集训和淘汰，他们当中将会产生一批指挥士官。指挥士官也就是连队里当班长的人。现在教导队的集训才刚刚开始一周的时间，为了让战士们更好地体验班长的角色，大家每周都会轮流当班长。像杨永明这样轮到当班长的一周，他遇到的难题将会更多。听口令，敬礼。敬礼的时候腰杆大家上身不要晃动，用大臂把你的小臂带起来，抬大臂，别流汗，不要流汗。通过我们五个月的集训训练，使他们具备能管理部署、能组织训练、能指挥打仗，同时呢还要具备舞会教练员的素质。下面大家根据我的口令继续训练。玉体指挥士官的要求可不低，舞会教练员指的是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会预防训练事故。尽管这是集训刚开始的阶段，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很认真才能跟上节奏。那么杨永明这一周当班长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过来杨永明，过来过来过来。你刚才那个手型啊，刚才那个手后边明显露着一个大缝，你没发现是吧？而我也发现这个手啊贴紧它，中指贴于中间裤缝，你看他那个中指贴哪去了？是不是中指靠后了？是啊，手往前贴一点，这是第二节，是不是？显然现在杨永明这个班长当得不合格。那么当班长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训练也是脚跟靠拢并齐，脚尖分开60度，两腿挺直，脚步微收，舒服，挺胸，好，不错，挺紧，眼神啊，注意眼神，你不是一个普通士兵啊，下一步即将担任班长，你的眼睛要有内容，目光要凌厉，要凶狠。第二个敬礼，我先看你这个动作怎么样啊。首先
当班长要有一个当班长的基本样子，除了树立好外在形象，还有很多方面都要比其他战士要求高。往里拿，有点外展臂的动作啊。每天教导队的早晨是在一片嘹亮的歌声中开始的，每周轮流当班长的战士都会被随机抽到台上，带领大家唱军歌和分享格言，这也是为了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大家好，我是来自一中队四班的学员杨永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格言是：所有的不利情况都是由于当事者能力不足造成的。所有的不利情况都是由于当事者能力不足所造成的。杨永明特意把这句格言分享给了大家，看起来是说给别人的，实则更是他对自己的勉励。同志们，今天在这个场地上主要给大家讲解示范第一次匍匐通过铁丝网时的动作要领和知识要点。首先由我给大家做一遍连贯动作，请同志们注意看。第一次匍匐，听到第一次匍匐前进的预令时。下午的训练为了提高效率，杨永明所在的四班将和二班一起训练。虽然之前对这个科目也有过训练，但杨永明依然听得格外认真。这一个星期是他当班长，他不仅要自身学得过硬，还要组织好其他战士的训练。下面我们就针对第一次匍匐前进和侧身匍匐前进两个内容进行训练，各组原位置带开进行体会练习，各组带开。觉得有难度吗？这个好低啊，感觉有难度。在爬的时候啊，腹部一定要微离地面啊。再一个，这个头要尽量放低啊，头尽量放低。第一次匍匐前进，好，慢动作体会，慢动作体会动作要领，体会动作。好，把膝盖尽量收回，手这个肘尽量前伸，对，头往前看，不要低头看地啊。快点快点，加速加速。好，冲刺冲刺！正前方地形。亚明，走。姿势这个方向不对啊！敌情在正前方，你这个地形方向错误了啊！体会一遍，刚才觉得哪地方是憋了，有困难？低姿换侧姿的时候啊，如果还有低姿爬低姿的时候，这个地方容易刮到上面的铁丝网。不注意一样抬头，然后还有就是最难的就是最抢时间的地方吧，感觉也是低姿换侧姿。听我令啊，卧倒卧倒卧倒，低姿宝宝出击，加油加油。高低姿匍匐前进，在保证行进速度的同时，每一步动作都要求规范和正确。而参加集训不久，这些战士的动作还都有差距。上面铁丝老是刮到头盔，爬着挺害怕的。两天之后，杨永明所在的二班和四班要比一次。虽然两天后的比赛并不是什么大场面，但杨永明觉得在他当班长的这一周绝不能输了这场比赛。今天的失误太多了，我跟你们讲，就是你们那个从那个低姿往换侧姿的时候不要停，你不要就是说调整姿势再去停，你接着往前走，边走边换，在那边停一下，把姿势换到位置再往前走，那样的话至少得耽误个一秒或者两秒，半个身子就错开了。除了练动作，杨永明还要组织大家一起讨论战术。交换的很明显就看到了，
他你要说最快的最快的出完了就没有最快没有快的了，他妈就田忌赛马一棒压一棒呗，他妈全压下去。田忌赛马最慢的行，肯定最慢的行。田忌赛马也不是中等的，先中等的行。今天就是我们先上的人。没有，我们先上去站到那，他们再上来。那下一把他再会让我们。你们听我说，我为什么说先上一个最快的？咱班上最快的，如果他们班也上最快的，我相信肯定是咱班的赢。僵持到最后，我觉得他们班二班的整体水平没有咱班人高，我相信咱班的人。两天后的比赛，杨永明将不仅是一名战斗员，更要第一次担任指挥员。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在这个教导队，战士们还将怎样争先比拼？军事纪实正在播出，士官选拔集训队议事下集。第二天就是杨永明所在的四班和二班的高低姿匍匐比赛的时间了。晚饭后，杨永明特意给战士们鼓劲儿。师傅，他爬到侧姿的时候没坚持住。我感觉这个赢是吧，赢是必须要赢，然后这个距离拉开多少就看你们自己把握了啊。然后你那个班长他手有伤，他那个低姿换高，就是在高低姿匍匐训练时，这名战士的手被地面给划伤了。手有伤就别怕了，对，养好了再说。咱们手有伤，这个虽然说我知道你就是参战心切，但是先把伤养好，以后有的是机会，时间长了呢，等你伤养好了，我给你交给你一个爬最快的。那必须的啊！那一次，完全就给训练好的战友鼓励，对手上有伤不能参赛的战友安慰。短短几天时间里，杨永明的身上似乎渐渐有了当班长的气质。只要他出来你就上去，咱们绝对感觉当班长担子突然间就变得很重，好多事情要考虑，一天这个脑细胞都不知道死多少，什么事情都要考虑，然后各方面的工作要安排好。和其他战友不同，当班长杨永明还要依据自己对科目要点的体会和理解编写战术基础动作教案。新的一天，四班和二班的高低姿匍匐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队长，这是我们编写的战术基础动作教案，请听检阅。开始比赛，走！当听到低姿匍匐的命令后，右手迅速一握上下护盖，将枪收于左小臂内侧，伸出左手去握右腿。比赛开始后，首先进行的是两班班长对该科目的示范教学。班长能否做到讲座结合，又是否教得准确，这也是教导队对班长教学能力的考察重点。当听到低姿匍匐的口令时，迅速向前收回，低姿匍匐前进。按规则，杨永明和二班那名轮轴当班长的战士先要进行高低姿匍匐前进。杨永明他们两人的动作比前两天都要规范了很多，几个重点环节也做得不错，低姿换高姿很快，并且整个过程都没有被铁丝网刮伤。尽管对手以微弱优势领先，但杨永明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成绩，对他来说更关键的是他要组织好其他战士的比赛，每一个人的成绩相加才能决出最后的胜负。不动，不动，手不要过线。
要紧张，不要紧张，动作千万不要做错啊！动作千万不要做错。屁股不要高，人家屁股高，知道容易挂在上面使用。吃完饭就扣紧屁股，屁股高容易挂。哎呀，趁机人家飞起来啊！第四步，再见。最前稳，第一名19秒25，第二名20秒02，第二名要加5秒。是，刚才在测试的过程中姿势不够规范，由于动作不够规范，在计算完成科目的时间时就会有所增加，只有做到时间快捷，动作正确，才能取得优异成绩。杨永明他们班也是拼劲十足，但一名战士的手在刚刚匍匐前进时不小心给碰伤了。说内裤注意这个动作。比赛继续进行，两个班战士的劲头越拼越足，最后训练卧倒需要就是注意，龙维这个速度很快。杨壮壮到，你来走。杨壮壮是怎么样？介绍。他速度快，你速度更快，啊！一定要把他拿下。卧倒。第四步，加油！加油！加油！快点！不要急了，枪管！不要急！第一名8秒32，第二名20秒53。让杨永明没有想到，他们班又比二班慢了。说了一个挺好。就在杨永明他们班急需扭转落后局面的时刻，又有一名战士的手在匍匐前进时被地面划破，这让杨永明很是担心。边爷，把枪交给边爷，赶紧去陪他，赶紧去看看，去那边看看，快去，快去！每一轮比拼都像是一场战斗，接下来的比赛更加激烈。啊，他们派刘德猛，我们有没有要主动应战的？啊，我，爷，我来，怎么？刘德猛的这个动作和速度算不上好，而且也算不上快，用宋鹏可以略压他一筹。刘德猛，刚才人家四班长说你技术算不上好，速度算不上快，你对他话有什么想法？有没有机会说在这一次比拼中把他给办掉？这次绝对赢了他。第四步，下去。这一轮杨永明班获胜。最怕他手受伤啊！他这我第一时间跑过来检查的时候，因为我这也经常会挫伤，很容易爬梯子的时候很容易这个地方受伤，而且一受伤都影响正常生活训练，很麻烦这个东西。比赛的最后阶段，杨永明他们班仍然顽强地和二班比拼，而二班同样拼劲十足，并且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经过激烈的角逐，二班领先四班2分，二班获胜。二班获胜了。不要得意的再走，来日方长，等着吧，以后还会再向你发起挑战。啊，四班的兄弟们，虽然这次我们输了，啊，但是评比他说到底就是个过程。输了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素质还不够过硬，我们要反思问题，为什么输？因为我们谁都想赢啊，大家都不想输。这个时候，
我又是一个模拟班长的角色，我一定不能让自己班人员的这个斗志就是退弱下来，我一定要再昂扬起班里人员的斗志。在玉体指挥士官的集训中，一个星期的时间，杨永明这个班长就要卸任了。我两个都看了。新的一周将由另一名战友担任班长。尽管他们能不能闯过教导队的淘汰关，并且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指挥士官，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拼搏刻苦的这股劲头，将让他们向着一名优秀的士官不断前进。回来，我们的队魂是手高剑阵人不一飞能要秀水走剑离剑。好班长就要有担当，好班长就要有血性，好班长就要有品德，好班长就要有灵魂。中部战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即将拉开帷幕，这是中部战区成立之后的首次狙击手比武大赛。而在这次比武竞赛中，54集团军参赛队能否经受重重考验？一名预备队员又是怎样走上赛场的？他和队友在赛场中经历了怎样的42小时？军事纪实近期播出《狙击枪手对决记》。